안녕하세요. 저는 박정원. 今天画了昂髓眼线，还有假睫毛，有看到吗？ 还有这个超夯的紫色重组嘴唇，为了让它护起来，我加了超多的防水睫毛膏。那我们来看它到底卸得干不干净哦。哇，超厉害的！你看我的假睫毛，然后我在睫毛根部啊，还有画一点内眼线，所以我现在拿棉花棒把它卸掉哦。 完全都卸掉了，重点是我刚刚棉花棒有碰到我的眼睛哦，可是却完全不会痛，而且你看我眼睛是不是都没有血丝的感觉？啊！我上了超多防水睫毛膏，好强哦！重点是我刚刚说我加三叉花，对吧？现在可以修复你的任何毛，你看我一根眉毛都没有掉下来，痛痛的。 唇纹很深的人，所以我的口红啊都会卸在那种细缝里面，好像卸的超干净的。我的细缝，你看我的细缝完全没有，很清爽，不会是那种黏黏的啊、油油的啊那种感觉。我的脸都没有泛红，因为它真的很温和，所以它也可以卸你的底妆。那我们现在把它另外一边脸快速卸掉吧。 卸妆一定要用三茶花修护眼唇卸妆液哦，大家赶快去买哦，拜拜。 역시 넌 이제 내가 보이지 않는구나. My God, 영원我是不是多一个欧巴？麦哥 complain， 爹就是你的命。 已经开始很久了。麦克 complain 的，这就是你的命啊！你今晚刚刚安坐？哪里的？会一直流鼻血，流鼻血，很冷。补充远的，拜拜。